七月八日，有韩媒报道称，艺人金希澈已和小十三岁的女友某某和平分手，原因是工作繁忙，聚少离多。据了解，娱乐圈一位业内人士和媒体透露，金希澈和女友已经分手，他们因为繁忙的工作而关系淡化。金希澈和某某双方都明确表示，目前目标明确，集中于专辑工作，所以见面的机会也少了，聚少离多，认为事业更重要，所以分手了。此次分手消息来得突然，但粉丝们都皆大欢喜，纷纷在评论区放炮庆贺。金希澈和某某在2020年一月份才公开恋情，这段感情只维持了一年半的时间。当时媒体报道称，两人在繁忙的工作中互相培养着美好的爱情，在事不多且严峻的演艺界，他们成为彼此坚强的后盾。据说金希澈和某某是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碰撞出爱火，那个时候两人是以前后辈的身份相处，相当于普通朋友。不过日久生情，萌发爱意后果断在一起，因工作相识又因工作分开，令人唏嘘。不管如何，还是祝福这两人事业越来越红火，各自幸福吧。